先跳出的为蝶伞组志明队员，他们在打数5秒钟后实施张伞，并利用手捻的操伞技术，让彼此的伞距靠近，使伞距能够快速的结合。本次操演蝶伞组队员将为各位带来双人踩肩式及扇形蝶伞科目。现在可以看到空中的队员持续的向彼此靠近。蝶伞科目是一项需要高度专注力、精湛技术及绝佳默契的跳伞项目。队员们在高空中必须不断的灵活操控伞距，使彼此间的伞距能够相互的靠近，以完成所要操演的科目。双人蝶伞这次由下而上的依序交叠，人员将脚勾在半带上，如同踩在队员的肩膀上，由上而下分别为一二顶伞，在伞距分开，人员准备实施着陆。现在第一个准备的着陆是我们的上士吴忠佑，为这次我们扇形蝶伞组的总指挥。可以看利用手上的操纵绳左右的来实施消耗高度的动作，进入目标区，精准着陆。Thank you.